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李雪老师。没啥能拿的地方。最近非常常常会听到的一首。没了没差不了的多西西鬼。是在那个抖音开始抖起来的。抖得非常的成功。
轩带来的《飞鸟和蝉》。那么在这首歌结束之后，我想说先来个自我介绍了。面对人群哈，因为是就是要练习说话，你现在来尝试做这个练习，因为通常我们就是越熟越熟老师不太需要讲话，对吧？那明显的包这样讲就行，只会麦别的场景，那嘴巴的话就不会。Thank you.